有很多的可能是你必须给予一个空间，它才有可能发生。都会用一个批判的角度去看事情，所以我看到的也都会是批判的角度。它其实某方面成为一种障碍，每个当下的决定都是一个决定一个决定一个决定，不需要为这个决定做任何的后悔或者是责备，没有时间去批判自己。我们做了很多训练，那那个训练很多都是在那个当下没有太多的预设做出来的。当下的决定都是自由的，没有对或错，做了这个决定就必须顺着决定继续往下走。即兴这个东西可以说很简单，但是又非常的困难，我们要突破以往的所有框架或是任何去预设的可能。你可以创造任何你想不到的可能，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发生，而且是被允许发生的。这个过程中我就会有点迷失，我也意识到说其实这些东西你只能透过去做才有机会升华到另一个阶段。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去正视你自己的好，你也没有办法看到别人的好，所以当你能够看到自己的好，你也会看到别人的好。在这个即兴的练习，它也帮助我认识自己，说其实那个批判的声音是不需要的。透过这个即时创作的演出，去让不只是我表演本身或者是观众本身在那个当下感受到的东西呈现出所有事情的连结。这次在台江，我也希望可以透过在那样子的空间，然后用即时创作的方式跟大家有一个对话的机会。